来，白龙穴水族三宝观察日记，这花环像肌肉油哦，啊，这个我很得看小歪，你看这个在这边，红单包，伊原底捞后边个手术出来，后尾啊带起来弄一个捞的，所以这个没有连真的不行。我原底想讲坑遐，有的时候海参会去撞到啊，无了黑的啥，这张海胆，你知道？好，来今天。来操作这个水草胶，啊，这水草胶打开，我发现它已经干掉了，卖，哦，安尼还塞，好，等一下哦，这做歹拍啊，我们用那个夹子，来，安尼用安尼的夹子，专业的，好，靠腰的，头前不变成生毛呢。奇怪了，啊会捞的，好，然后打开，好，啊手黏呢，啊，假搞，啊塞一个我的红单包去迄落去捞起来吼。去死呢！所以该用手就用手。我想要用较新式的讲，真正假咬的，要摔一下唔正惊的。好，好，啊，伊较这唔着打呀无？我即届伊少要甲种得只。你介绍我种到这，胶无够，倒，胶无够诶，换咧。差不多大概人讲花到七八秒遐了啊，靠腰，遐有一空真歹粘呢，真歹粘，无要紧，我是要就是要偏偏要从那个洞进去，我就是偏偏要从这个洞进去，叫也看唔着什么生物哦。哦，然后放开。会主动黏的，然后这一根这一根今天在弄的时候也是被撞断了，摸一下捞起来有无？人家袂输，打牙钉，好，哦，那打牙钉安尼，啊，这一根白龙血要黏啊，按照原本的位置把它放回去，安尼。放开，安尼就好了，稍微轻轻压就好了，啊，不要去碰它。三宝啊，啊，这只到这来看到真歹哦。有没有觉得这只在这边很歹的？然后就要开起来，变成真歹，唔知到底要装到底。哇，哦，啊，手去黏一下，这水草胶应该过来买。我之前有甲主人头家买一条，啊，这条伊送我的，这个他送给我的，来，这些红条我都手去黏嘞。水草胶怎么操作？就是这个要拍的肉片啊。好了，谢谢，先大概这样。